情迷到现在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不要管，你还不知道？兄弟呀！什么歌？不要。你可以等一下，不要走，不是的，你们只有一个团，有一个出来，有一个坐错了，他也不叫你，不让你出糗。你以前到现在默契就是不好，尤其是感情。嘴角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，每次都想。没关系，也算是送分，但是每次没有两的，对对对，把牌子举高，这个再不会的话也没办法，已经讲成这样子喽，那整个都告诉你了，忘我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揭晓大合唱，预备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。是谁？赞吗？李树全吗？李树全，哇，那个很有 style。对呀，他这很有态度的，对不对？他唱他自己，他也不管他的感觉。他其实不知道唱的不好听啦。有特色啦，有特色，有 personality。然后后面还有拉长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。抓的没他就这样，抓不住，抓不到呀。他只是把它夸大一点，像 Michael 有的。对，有没有？每一个艺人他有他特色，会痛吗？会痛吗？他会不会痛？要看抓大力。OK， 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出题。加油加油，我们吗？哦，小哥。不要，你可以等一下吗？不要坐，不要坐，你下次有点坐。跟你点了，要去上厕所了，是没事。你们只有两个团员，有一个出来，有一个坐坐在那边，他也不叫你，他就让你出糗。没事。从以前到现在，默契就是不好。尤其是感情。我跟你讲啊，他这两个人离谱到什么地步了？有一次主持他们的校园演唱会，好欢迎动力火车，然后一个从这边走出来嘛。我印象中是没错，是那个志玲走出来啊。这一边是球星大小百合。不是，我不是，是啦，搞错团体了。那时候还对自己的名字不熟，不熟。对，那时候动力火车，哎，是我们吗？哦，好了，这一题不是你们啦，是我们坐着就好了，休息，坐一下休息。Take a rest。太紧张，很久没有录影了。对对，不用那么紧绷了。想跟着我一起跳动，让身体找点事做，别害羞，呼吸抓紧节奏，跟着我。好好，小鹿，搬不是这样子，你的车子已经来了，你车子已经来了，你总共到现在答对几题啊？超累，答对几题到现在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不要问，你还不知道，真无聊。一起来看看正确解答，来。山都融。
接唱一样，好不好？当相逢没有棱角的时候，软脚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和你分手。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，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，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，车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，唱出心中喜悦。喜悦谁？钟培。钟培，钟培，钟培。好，请起立，请起立，其他人不能旁边帮唱哦。来哦。啊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哎，答错。答啊？转音太多。太华丽。动力火车唱得好。炫技，炫技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新歌叫做《我们的新歌》，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，这么长啊？对对对，没有比我长啊，没有比我长啊，当然没有，一定没有比我长。我那是依照人体，是不是特殊器官设计的？头发长子，长长子，多多长啊？多长？副歌多大概有十七公分哦。想起我，十七个，你们的怎么唱？副歌六公分，哎，唱一下副歌啦。副歌怎么唱？副歌还记得吗？还不是很熟。